当我疯狂的夸男朋友。这什么？这难道是从家里带来的一次性床单吗？我真的这么厉害，都给铺好了呢。我这辈子用了多大的运气，然后遇到这么优秀的男孩子，长得又帅又有气质，竟然还会铺床单。什么？还有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一次性马桶垫吗？你也太贴心了吧，还给我准备这个，这也太帅了吧。这是什么？这难道是织布帘内衣洗衣液吗？这也太贴心了，知道我是生理期，还有弄裆裙子，给我准备这个。妈呀，这还是夏日限定款的呢。这个有股甜甜的花果香味，这个有股木质香味，按压爆头设计，方便干净又卫生，并且抑菌高达99%，内衣洗完还是香香软软的，为女生的健康保驾护航。宝贝，你就是我的保护神。还有，妈呀，这还有，居然还带了一次性毛巾，还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？我竟然拥有一个如此完美的老公，帅气、优秀、细心、体贴，这不就是完美男人吗？女生的洗澡水到底有多热？好了，我洗好了，你进来。那我洗。快点儿！咋了？我去，咋了？咋了？不是你在里面修仙了？有点烟雾，正常嘛。这也太夸张了，这。会魔法吧，有点烟雾啊。哎，你快洗吧，等你呢。啊，又咋的了？等你，你快点洗行不行，宝宝啊？不是，你水温调也太高了。我觉得不高啊，还挺舒服的。这个新换的能力 DAG 三果然好用，我洗了这么久的水温也很稳定。是挺稳定啊，都成仙界能不稳定吗？你看给我说话了。真是皮肤问题，我调的水温刚刚好。行啊，你等着。等着。你看啊，不是我从这等你洗完澡，你怎么还吃上了呢？你看。我靠，我还是等会儿再洗吧，这屋现在太热了，都快喘不上气儿了。随便呗，那我先做饭去呗。你要是做饭的话不会影响我洗的，本来就这么热，这开这么关的不得给我烫脱了皮。哎呀，你可放心吧，你还以为是咱家之前的热水器呀、啊、新换的 TH3 能多点热水，处处恒温，就算我去厨房做菜你同时洗澡，对两处的水温都没有影响的，冷不到你的，而且还带综合降噪功能，以后呢你半夜洗澡就再也吵不到我了。你还别说，这热水器还挺好看，有眼光。你等我赶紧洗，少啰嗦啊、哦！你这么磨叽，不会是吧？操你吧！当你把水温调低一点就完事儿了吗？干嘛非得用我喜欢的洗澡水温呢？不是我怕烫，是你水温调太高了。来啊，拿盆儿。干啥又啊？拿好了。你这又干啥呢？你看着啊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啊！你看。这都真熟啊！哎，你怎么还有咸蛋儿呢？有咸蛋儿？咋可能呢？我又没放盐。哎呀，挺好笑。等会儿，这盆儿咋这么眼熟呢？咋呀？这不我洗脚盆吗？我故意对男友兄弟感兴趣。你干啥去？收拾半天了。啊，我出去吃口饭，跟那个马哥，就上次发朋友圈那个。就是那个180体育生，八块腹肌，笑起来有酒窝那个。是啊，不是你那么关注他干嘛啊？啊，他不是你朋友吗？是我朋友啊。那你那么关心他干嘛？那你朋友不就是我朋友吗？那我不得关心他一下？那我还你男朋友呢？男朋友咋男朋友？那我不去了。你不去了？我不去了。你不去？我不去了。你不去我去。哎哎，陈真行不行？哎，对，我再喷个香水。不是我不去你去干嘛呀？你不去我就不能去了，你不去我去呗。好闻吗？好闻。你身上奶香奶香的。那我不看你是啥、哎、这不是我给你买的冰淇淋幻彩流金香水吗？啊，不是，你说我喷完全身都是花果奶香味吗？特别自然，像体香一样。你特别的喜欢，还足够使劲凑合。那你喜欢的话吗？你兄弟才喜欢。哎，不行，这个味儿只有我那味，没收。没收呗，我再买一瓶，反正100多的。切开，再不这人等着急了。不行，你要今天去的话，我今天就不吃饭了。不吃饭？不吃了。真不吃了？不吃了。啊，不吃不吃。哎，吐啥呀？不吃。你不去，你撒手呢？不去。我不去，你也不去。错错，不去，真不去。不去。不去啊、嗯，你不去，我得去。哎，不就腹肌吗？谁没有说呢？不信你摸摸。走，回屋看。
男朋友约会提前到，却看到别的女生给她送东西。不是她谁啊？啊，不是，她我朋友，在这上班的。哦，怪不得你说我们要在这儿约会呢。她真我朋友的。我买啥了？我看看，来来来。啊，哇，这是啥呀？我看，我看看。哎呀，还挺好看的。啊，奶茶呀。必须好看呀！这可是益禾堂非遗簪花联名，并且最爱的蜜桃乌龙也回归了。除了奶茶好喝也就算了，还传承了非遗文化。以后你想买啥，我给你买。他的奶茶我就喝了。哎哎，给我。真的是强颜欢笑。还挺好喝哈，嘿嘿。哎呀，这个杯套还挺好看。来，宝，我给你簪个花来。不是不是，你干嘛呀？不是，你怎么随便喝别人东西啊？不是，我和我男朋友的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了，大姐，你搭讪的方式也太 low 了吧？真服了。哎，不是，今天对不起啊，刚好改了。送啥送啊？不是，你把话说清楚啊。不是，他只有哥们儿，那些东西都送哥们儿的。竟然是。那你为啥不早说呀？那每天都是你逗我，我还不能逗你一回了。再说了，这花本来就是送你的。送我的？对呀、啊、我哥们儿喜欢喝奶茶，这还最新款的，你就给人喝了，人家特意准备的。真的太尴尬。哎呀，那你等我会儿。哎，你干嘛去了？哎呀，美女美女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不知道你在追的哥们儿。奶茶都被你喝了，我还得准备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给你准备一份一模一样的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。我有点不太会追他哥们儿。哎呀，追男生这个我擅长啊，到时候我教你两招，咱俩加个微信吧。好啊，那我们说定了，等以后有机会我请你吃饭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那拜拜拜拜。解释吧。你解释啥呀？哎呀，我就想看你在不在意我吗？你还测试上我了？那看来抖音没少看呢。那谁让你上次让我吃醋了？那我刚才的表现你还满意吗？你是不是渴了？你一定渴了。那渴的话，喝奶茶。哎呀，你还害羞上了？你快点的。哎呀，满意。没想到他这都能哭。闺蜜跟我说，用这个软件能找男朋友，适不适合结婚？我就试了试，没想到竟然会。咋了？我给你发链接，你把舌头舔下来。这啥呀？你舔就完事了，别问。哇塞，这太到位了。什么到位啊？啊，没啥。不是，没什么。没啥。你让我看一下。没啥。不是，让我看一下。真没啥。妈，咋眼咋红了呢？不是，你今天手机都让我看，现在咋回事啊？不是，没啥，你看啥呀？别哭了，咋哭了呀？那你别不让看、啊。没啥，别看了。我就是拿那个一个软件测试一下咱俩合不适，分析一下子。老看看。你别哭，看，来看看看，别哭了。妈，你看了还哭啥呀？不是，为啥咱们只有49分啊？49分，怪我们心术不相配。但是我们爱是100分，别哭了呀。据说520送自己个礼盒更容易脱单，好家伙，人也太多了吧！看本仙女的魅力，一定有好心人给我让个座吧。隔空投送打直球，果然本仙女的魅力还是有点用的。看看是哪个好心人，哎呦，竟然回我了！妈耶，竟然是个大帅哥，真是上辈子拯救银河系，让我遇到你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臭弟弟还有点帅帅的，可惜本仙女到站了，只能和你说再见了。哎，美女，我洗啊。你想干什么啊？你是想要我个联系方式是不？不是，我是看你这个礼盒挺好看的，我想问你在哪买的。啊，我是在美团外卖里买的呀。你5月18到5月20上美团或美团外卖 APP 搜索520大舅哥，里面有超多美妆好礼可供挑选，最快30分钟就能送达，并且还有机会抢1314减520元红包。下单还可以写寄语，520专属礼盒或礼盒包装服务，就女朋友最合适了。啊，你是不是想跟我认识一下？哎呀，不用，不好意思。臭弟弟还挺害羞。是啊，看那个礼盒挺好看的，我寻思给我对象也买个，他没准也喜欢。啥玩意儿？你有对象啊？那喜不喜欢跟我啥关系？是啊，是所以喜不喜欢对象？在车站。
跟我说句话吗？